放心，等我把琳琳说通了，就把你接回来。我估计你接是接不回来了，你能给我端回来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去晚了，小金子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不去啊。小金子马上，你看，小金子来了。江南，你得三思，江南。这可咋整个想走都走不了了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俩见个面，万一他喜欢我呢？喜欢你什么？哪招人喜欢呢？赶紧藏起来。咱家就这么大，我藏哪呀？我呀，藏哪藏？藏冰箱里。冰箱不行，冰箱。程楠呐，冰箱不行啊，藏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来了。江南，为什么门开了又关了？我需要个解释。你别跟我解释。我问你，大宝送走了吗？大宝送走了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再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去我心里编子吧。真能编吧。不过你挺浪漫，你居然用到了去这个字眼儿。哎呀，我去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小南，小南又咋的了？我上便所憋不住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上便所憋不住了。你给我憋回去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呀？讨厌，人家都听见了，你让我憋回去。来，我们接着继续。你咋出来了呢？太冷了，受不了。但是江南，我不回去了，我不回去，回去，我不回去，回去，我不回去。那，哇哦！是只沙皮。你不告我大宝送走了吗？李丽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不听，我不听。你江南，他不听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带一边的去吧。你让谁带一边的？你听我的，你不听啊？现在不听，你就听。哎，你别说话了。我还不能说话了哈，江南，你真行啊，你还敢骗我了？江南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烦别人骗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。